给大家带来三个舞蹈，扎特林里面有那个网址，不能在这跳，可以回去跳，不能在这跳。好了，给大家带来三支舞蹈，第一个一分一秒，第二个这个是一个偏印度一点的比较性感的，第三个是大力摇，我们按倒序的顺序然后跳啊。你们直接就三啊，我先从一分一秒开始挑吧，感觉扣一分一秒比较少，喜欢七日的扣个六六六，扣六六六给大家挑个一分一秒。只能回去给你们套加特林咯，扣个六六六吧。是骑车摔的，因为我不是在自己家开直播嘛，是在工作室开直播，然后骑那种电瓶车，知道吗？骑电瓶车开的，
摔的。喜欢七七的话，点点直播室通知。没事没事，谁赚钱都辛苦，你们赚钱也辛苦，没关系。谢谢大家对七七的支持，谢谢。好了，然后，那个喜欢七七的吧，直播室通知勾一勾，然后这是七七的心，把七七把心点一下，这个是993的预约也勾一下。这个是麦上的跳舞的主播，都挺辛苦的，在大晚上给大家表演，然后大家就点一点心吧。还有大力摇和那个印度风格的一点的舞，然后我就先给大家跳。先给大家跳那个舞蹈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，继续把直播室通知晚上勾一勾，大晚上也辛苦大家。好，666走一走，加特林，因为他说了带网址的不能在这跳，然后我就不能在这跳，然后我只能回去跳给大家看，然后想看加特林的，就是那个点我直播室通知回去跳给大家看，然后再给大家跳一个这个。这个也比较那个性感那种。
好热。晚上回家注意安全，我每天从10点钟直播到早上6-7点钟，天亮了才回家，所以没关系，白天应该没关系。然后这是电脑用户的直播室通知，勾一下就好了。然后手机用户应该在这边有一个爱心，在你们的左上角有个爱心，点一下关注就好了。然后这个心吧，点一点，辛苦小哥哥们把我送送花吧。感谢所有哥哥刚刚刷的礼物啊，谢谢刚刚那哥哥刷的所有礼物，谢谢你们送的花花啊，谢谢，辛苦了辛苦了辛苦。热，好了，就是还剩最后一点嘛，然后加特林跳不了，我给大家跳一个那个差不多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大力摇。然后想看加特林的话只能回直播间，因为这边是带那种网址的，带 ID 的都不给放了。你们跳一个麻烦大家把666走一走，给大家跳个大力摇，找一下歌曲，每次都找不到歌曲。这个应该是这个，我就不开双开了啊。10几秒钟了，最后10几秒钟帮七七哥哥直播的通知，好嘞。